龙田酒厂在日本统治时原作为化学工厂，叫做番仔田，主要制造飞机燃料，遭美军轰炸后付之一炬，之后便转而设立制渠工厂，提供制造高粱酒的酒渠。当制渠工厂迁到嘉义酒厂后，便转型生产酒精，并增设高粱酒工厂，更名龙田酒厂。来到这儿，可以参观高粱酒、药味酒的制程，更可以了解酒文化。深受好评的产品有玉山清香高粱酒、二锅头等。转型为观光酒厂后，酒冰棒、酒蛋、醉元宝、茉莉花蜂蜜蛋糕，外面尝不到的，这里可一饱口福哦。